雷厉风行，形容陆星浩拒绝做练习生时态度坚决如雷，转头接受时之前说过的话像被大风吹走不留痕迹。未来决定不录你，快收拾吧，赶时间，我不去。你唱歌也很有天赋，而且你父母又支持你，你现在答应了立刻就能进未来了。其实吧，我不去的原因很简单，我舍不得甜甜。 Day two， 顾阳，这好像不是我们当初去未来那条路吧。去未来那条路吧。你哪来的自信，居然拒绝未来的不录？废话可真多，我拒绝关你什么事啊？哎，哎呦，我已经快了，光坏了吗？啊，不好意思，等会儿我也光坏了。没关系，是太使劲了吗？没问题，光死了。OK。妈真香，哎呀！